新年快乐。你看老外就在外边喝冰凉的饮料啊，老外是很厉害。圣玛丽中学校，都是华人小朋友。恭喜发财 ，Happy New Year！ 金什么 Spike？ 金钉啊，拿着一个金色的钉子。嗯，啊，这是扛着铁轨，估计他们是在这边建铁路的吧，看样子。老兵工人放最后一块铁轨，这是，应该历史上华人在这边修铁路，在加州修铁路的这个历史。这个龙也很大。 Recology 循环，什么绿色能源回收，应该是这意思啊。这个龙啊，还有个垃圾箱啊。这个龙，哈哈，这大眼睛。预言在身。循环改变任何事情。
普通话学者朋友，这边很多人讲广东话，讲普通话的不多。普通话学者朋友。雨伞舞，好了，这段到这儿吧，再见了。Dude, you guys are all lucky. Yeah. If I was cops, man, I'd be fucking. 这边人们开始来回的串接。Oh.